那给披萨还有其他的这些野生动物适合它们天性的一个动物福利的一个安排和去处。饲养员把披萨一天要吃的食材准备好，莎莎检查完食物，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清洗北极熊馆舍，进行各种日常指标级的10至23度，水温控制在其比较喜欢的9度左右，光照使用最接近自然光的全光谱金属卤素灯等。